三个颜色给大家蛮推荐，因为我觉得它棉质非常好穿。然后来就是它上面这个珍珠全部都是钉珠，所以呢，大家有买过我们家的钉珠啊，什么铆钉啊，大家都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都是就是帮大家钉的非常牢靠。你可以扎进去，然后也可以放出来，而且它是有弹性的，然后有分 S 号跟 M 号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家不论是大 T、小 T、棉 T， 全部都是有腰身，并且有分尺寸的。面料也是棉质啊，尽量选择比较不易皱的。近看一下哦，白色的表现上啊，你看透度表现上，其实搭浅色内着就 OK 了。然后整件是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很亲肤、很透气，然后整个珠珠啊都是专机钉上去的。它不是普通的棉质，它是带有弹性的棉质，然后比较不易皱的棉质，然后不会贴身在你身上挤肉的棉质。